南拳属南少林派拳术，其特点是一步棘手，步步沉稳，长短尽力，勇猛彪悍，战春为马，行步为马，双手攻击，回首不空，贴身近战，战无不胜。南拳主要流传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，像四川、云南一带的五虎拳，两广、福建一带的洪拳、五祖拳等，都属于南拳。Ah!